明吗？我明吗？你看这个帅哥，帅哥，帅哥是谁呀？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安妮，大家好。这帅哥是安妮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画面很好哎，因为是帅哥配美女。我知道为什么。快点，干嘛？嗨，帅哥美女，嗨。我很想笑，眼睛蛮不错的，没有听话。你很没有礼貌啊，哈，侮辱我心尖的眼睛。OK， 好了，我问你，犯罪人做的我最喜欢的事。是有的，是有的。有一天就是下雨嘛，然后我走在一个广场上面，然后有人在拍戏啊，有那种想象一下，我也要想象一下。然后那个地板呢是比较湿的，然后有很多人看着我，然后我就像像个猪肉啊，不然这样子走到一半的时候滑倒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我在现场，我就我一定要像你了。我也不像没有礼貌的。没有，就是滑倒的时候，重点是什么？你要很帅的站起来，耍帅啦，这人很奇怪嘞。如果是我跌倒，就跌倒到这边，这样就好了，怎么还要耍帅嘞？你有点帅，你真的有点帅。要这样，这样，好啦，谢谢你啦。